与王妃旧情复燃已经五年的谢霆锋，前不久却与杨幂传出恋情绯闻。虽然当事人即刻否认，但此事仍在网上激起不小风波。而霆锋否认这么快，想必也是顾及到现任伴侣王妃。3月25日也八卦媒体曝光王妃近日现身北京华谊兄弟电影院的画面。据悉当天王妃身边还有两个20几岁的小男生相伴，三个人观影结束后，两个小男生先出入门开始玩手机，又过一会儿王妃才露面。不过两个小男生只抬头看了一眼，就又接着低头玩手机。而一向高冷的王妃当天竟然变得特别好脾气，尽管两个小男生只顾玩手机，王妃还是寒暄了几句，两个男生这才心不甘情，不愿放下手机。